无论是在幻想中的魔法世界，还是在所谓的麻瓜，也就是不懂魔法的普通人，我们的世界有一个名字呢，都是家喻户晓的，那就是 Harry Potter。 Harry Potter 呢是英国著名作家 J.K. 罗琳的系列奇幻文学作品，他的一共有七部，这七部作品呢分别是 Harry Potter 与魔法石， Harry Potter 与消失的密室，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哈利波特与火焰杯，哈利波特与凤凰社，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，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冥器，死亡圣器，死亡圣冥 ，Deathly Hallow。大家，这个 wardrobe 呢叫博高 wardrobe， 就是一个衣柜，它里面关的东西呢，会在我打开的时候变成我心里面最害怕的那个东西。所以现在我要开开看，我心里最害怕什么？这个东西呢，在第二集《哈利波特和》和Secret Chamber， 就是消失的密室里面有出现过。他们就是上 Herbology 课，然后要把这个东西叫 Mandrake， 然后把这个东西移到另外一个盆面。所以现在我要来移这个盆。听见没有？它会叫。当听到这个叫声呢，如果你没有把耳朵护好的话，你就会晕倒。所以我现在晕倒。小说描写主人公 Harry Potter 在魔法世界七年的学习及生活的冒险故事。该系列已被翻译成67种语言哦，据统计，所有的版本总销量都超过了4亿本，世界上最畅销的小说系列之一。美国华纳兄弟电影公司 Warner Brothers 已经推出了前6本作品的电影版本，电影票房收入皆在7亿美元以上。而第七集电影《死亡圣器》将分为2部曲呈现给观众，而第一部曲呢，将在今年的11月19日就上映啦，所以大家要敬请期待哦。我没有在背稿啊，我真的有在背，不是在读。海哥的小屋哦。尽管 J.K. 罗琳呢一再声明他的这部小说并没有针对任何年龄段的读者，可是呢，很明显他这个小说呢都是针对青少年的。然后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 J.K. 罗琳他在创作这本小说的时候呢，是因为他的孩子，他想为他的孩子，在市面上找一些适合的儿童读物。可是他发现，就是市面上卖的儿童读物呢，都是越来越严肃，而且越来越缺乏想象力。所以呢，他就决定自己来写一部充满幻想的小说给他的孩子读。那也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主人公 Harry Potter 的形象呢，是他在从 Manchester 到 London 的火车上，然后有一个瘦弱戴眼镜然后黑色头发的小巫师一直在车窗外望着他，对他微笑。所以呢，以这个形象为蓝图呢，他就创作了 Harry Potter。 但是不管怎么说呢， Harry Potter 的读者年龄呢都是非常的广的，从老到少，老少皆宜。基督教人士呢一再认为这个 Harry Potter 他会让观众对巫术产生一些不严肃的想法，甚至有些时候会对巫术着迷，所以呢他们一再向电视台施压，然后禁止播放 Harry Potter， 然后在很多地方 Harry Potter 是被认为有负面影响的一部作品。我们现在很高兴的找到了在第二集中被 petrified 的那个Gryffindor 的学员，所以我们先来问一下他现在心情怎么样。你当时害怕吗？你有什么想对观众说的吗？可以介绍一下，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当时的情景吗？
我们现在很明显他已经被 petrified 就是石化了，所以我们还是到其他人的地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 Dementor， 它会吸你的魂哦，而且外面下雨，它好像是全部淋湿了以后才进来，头上还挂一个毛巾，就是怕感冒嘛。也有很多人认为《哈利波特》里面含有很多关于社会学的一些知识和一些现象，所以说对青少年和小朋友也是有很多受益匪浅的地方哦。如果说《哈利波特》这七部作品呢是一个儿童读物或者是青少年读物，那这些反对社会上反对《哈利波特》觉得它是有负面影响，还有用一些刻薄的眼光来评判这本书的人，是不是就是在反对儿童充满自己的想象力，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幻想呢？这样是对的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吧。这就是今天的三分热度啊、我是谁呢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啦，但是希望大家喜欢这期三分热度，拜拜。大家激动吗？我们终于看到了The one who cannot be named, Voldemort.